台米台风过后，为了慰劳队员们的辛劳，花莲市清洁队日前邀请到花莲县按摩业职业工会举行视障按摩行动服务，将专业的按摩师带到清洁队，让体验过的同仁都超舒展，竖起拇指比个赞。姐姐按得很好，非常好。经过按摩师巧手，队员们个个赞不绝口，每个人从头部、肩膀到背部肌肉，全都受到仔细照料。我们真的很舒服。我觉得我们应该每年办个一两次，会是最好的。对他们也有工作机会。为了慰劳队员们的辛劳，花莲市清洁队日前邀请到花莲县按摩业职业工会举行视障按摩行动服务。花莲历经了04、03的地震，以及这次凯米台风的这个影响，我们花莲真的是受灾真的是很严重。那我们第一时间呢，也是想说，清洁队员这么辛苦，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就来做我们市区的诊断，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我们要来为我们的清洁队员这边做一点绵薄之力，尽一点我们的心力这样子。而市长魏家彦也专程出席，感谢大家的付出与奉献。这阵子我们清洁队员都非常的辛劳，都非常的辛苦，那在此我也要特别谢谢按摩工会，那今天可以看得到大家都大排长龙，那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师傅，大家都辛苦了。那未来也希望持续的能够跟按摩工会这边做一个合作，那也要再次的谢谢我们公所以及我们所有市民，那我们努力恢复花莲的一个环境后，让花莲更好。在专业按摩师的服务下，所有人舒压解劳，储备精力，持续为民服务。记者徐丽琴，花莲市报道。